班呢、啊。我们又转到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了。哎，我们昨天住的地方离这也不远啊。我已经总结了，每次要多让你多跑几分钟就好了，要不就不会住我们差的酒店了。是啊，昨天晚上说不定还可以到这来晃一下。是啊，几分钟就到了啊、嗯。就跟上次我们在那个卢库公路里面，几分钟就有一个村庄。不过昨天是白天还蛮热闹的。嗯。人家小女孩戴个那个帽子呢，围着帽子嘛，好可爱。要不今天再去买一个。白天人还蛮多。350米处。哦，再走就到红山公园了。嗯，好多人呐、啊。那你。找车位，找车位。前方路段限速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大车的不好，到处找不到停车场。再往转，转过去呗。就进不去。单间吗？对，人家停车场是怎么停的呀？现在我在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，这块应该是市中心了吧？高楼大厦挺多的。今天乌鲁木齐好天气，运气好，这几天一直是好天气。这两天在新疆这边吃肉啊，很少吃青菜。我你看，这个上火了，刚才开车的时候发现上火，然后流血。嗯，但是呢，仍然不能改变我要去吃肉的想法。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，我晚上的飞机，所以今天新疆的很多小吃都吃到了哈，就是缺少一个缸子肉，所以我又杀到天山区，那边是大巴扎那里放下，我们要把这个弥补一下。老大还在买水果吗？嗯。那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这好冰啊，都变成冰块了、啊、什么汁？西瓜，这什么呀？小白梨，还很好吃。小白梨，嗯，尝一下。什么水那么水分那么足啊？嗯，哇天，水那么足啊？嗯、很好吃。是甜的吗？嗯，这个也是。你要买一点吗？我们那时候可以带飞机，我们先去吃东西再买。嗯，这西瓜看着也不错。这个是什么瓜呀、啊？哎，老公。这是香瓜。这是什么瓜呀、啊？这是香瓜吧？哎，香瓜。皮子不一样，这是黄的，这是绿色的。老憨瓜。老憨瓜是吧？哦，老憨瓜。老憨瓜是不是也属于香瓜的一种啊？这个都买这个，你看买了好多。这水果真是多，到新疆来一定要好好的吃水果。我们这次出去旅行了，感觉水果没怎么吃好，肉倒是吃好了。这是那里水果，这边是瓜，这是干货。干货。这么长。好大的葡萄。可以尝吗？这是什么呀？不能尝吧？这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这应该叫金手指吧？金手指。啊，这个无花果。我上次买了，你们回去你们都不吃。太甜了，那个这个。都不是一样的吗？我买的难道不是新疆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是你这买的就是新疆的，我买的就是什么疆的嘞？我买回来很多，还打货，批发发回去，他们说不好吃。这个。哎，这自己来了就什么都好吃了。哎，你说这女人呐、啊，这男人呐、啊，累呀、啊。男人要买的东西累，所以我一般出去都不买东西，啥也不买。这个，
这多少钱一斤？35一公斤。嗯，这是价格75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亮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奶豆吧？奶豆。这里面包了一层那个奶子的那种。小白枣，库车的。这个五花果好好啊。哪个？这个五花果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他们可不可以问一下？他能够让你尝吗？啊？他能够让你尝吗？我只尝了几个，没尝过。50块钱都是公斤。都是公斤。真是毒啊！这最后一天了啊，女人的天性。那个大的表现出来了。果是多啊？60公斤是吧？对，比较便宜啊。嗯。袋子没法弄。在有人尝尝。我好想拎很多水果回去啊。上不了飞机。上得了，人家说。可以上吗？可以上。托运。吃水果能托运吗？我们屋里这个就弄个冰冰。好一些，我们这个就是这些，来，先吃，这个就蛮好。就是刚才说的库车的那个小白梨、小白枣吧，小白杏吧。这里应该这里刚喝的对面。我们做了一下攻略啊，说这里有一个网红冰淇淋，是这个吗？是的。是这样吗？尝一尝。先买一个过去吗？先看还没吃肉就开始吃那个吗？好，先吃肉好吧。说的这个和田冰心奶渣中冰水，说是网红店。哎呀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哇，这个挂了个奖牌呢，这很有名吧？这家，它做的挺好看的，好香啊！戴着口罩都闻到那个香味儿，狼的味道，狼。这个能不能快递啊？你可以快递。但是热的好吃，寄快递干嘛？就热的好吃，那刚出来的那个好吃，买一个尝一下。哦，吃那边，那边有那个狼。啊？要不吃？那边跟他一起烤肉一起吃。嗯，好吃，这里还有一家。他就看到这个才过来的啊，这个缸子肉，这羊肉串这么大。我先拍照片。这多少钱一个？3块一个。来一个，拿几个？三个。哇，这一串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0。这肉倒是挺大的。我看了一下，我们吃的那个肉里面，就是哪里啊？那个喇喇提里面是最划算的。缸子肉。是这里吗？哇，缸子肉，这里啊，说吃的那家是吧？我看一下，缸子肉，这么多缸子。哇，这缸包肉。缸肉，这多少钱一碗啊？25。28。啊，送一个狼，那拿一份。嗯，还有那个，他还有那个烤肉。还有狼。坐在哪里吃？里面吃吗？哎，里面。就是吃。20。好，这样点别的。羊的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补身体的。羊腰子补身体的。不是羊腰子，羊蛋。羊蛋补身体的。你一看，这老板一看我就要补一下身体是吧？好，拿一串，拿一串，我补一下身体啊。对，那帮别人照顾的啊。羊蛋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好吃吗？啊？几个？一个够了吧？你看我需要补几个？一个就够了哈，别补多了，补了流血。两天吃，这不是热心的，不是热心的。哦，不是的哈。架子肉有吗？架子肉。这个羊蛋，没吃过，不知道。你的架子肉。哟呼！吃嘛，有了。干嘛？这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黑的是什么？
哦，羊肝，羊肝，哦，羊肝，啊，架子，这是兰科肉，一个张。哎，这家店啊，说也说是网红店，不知道有没有当地的吃过。这园丁烤肉店，缸子肉。我们也是自己慕名而来呀，船上再说。我给了三个这个。什么？三个这个？架子肉。哦，架子就是狼片肉嘛，啊，那个25，这一串多少钱啊？这个呢？哎，对，架子肉吗？对，30一串。30一串架子肉，不，架子肉就贵一些啊。这架子肉和这烤肉是要贵一些是吧？就是瘦的多一点，瘦的多，对，哦，瘦的多一些，对，就和羊肉串的区别是这个是吧？好热，温度很高啊！我的羊蛋在里面吗？对。冰柜里面好几批羊呢，两批羊。嗯，然后这个蛮有意思，这是它的一个剁肉的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来的缸子肉，这缸子里面倒出来的。这是什么豆啊？这个看见没？黄豆。玉米。玉米吗？玉米。谢谢。其实一人一份的，我们三个人分开吃。为了吃更多的品种，所以要少吃多样。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嗯，有啥？这肉看着还不错哟。嗯，好鲜啊！里面也是香菜，是吧？给的香菜，那番茄，番茄的味道，吃喝出来没？番茄汤，给点香菜。那你还有醋子？它好像是羊汤的味道，里面还有那种有点那种羊膻味。你汤喝出来羊汤膻味没有？没有。羊膻味和那个番茄汤的味道，是很自然打，我只喝出这种味道。啊，这肉很烂啊，就用筷子就可以了。来，给你。去。你尝一下，尝一下怎么样？嗯，很烂。很烂吗？我觉得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就是肉质有点老了。你呢，嫂子？你觉得烂不烂？你觉得烂？怎么就我一个人觉得不烂呢？这是三串架子肉是吧？对。那这是羊蛋。还有油，哎，这还骨头呢，看到没？啊，这串头放去吧。是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这个呢？怎么样？感觉？可以。不是蛮烂。是吧？我是感觉你那个咬，牙口咬的。而且这个佐料也就是盐和孜然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用劲。哎呀，有点费劲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说嘛，我觉得，所以刚才我觉得吃那个缸子肉它不是特别的烂，和我之前吃的缸子肉有点区别。怎么了？你也咬不动？嗯。啊，弄下吃。我说的是什么？牙口吧，练习你牙口的时候。还收了一个吧。啊，小心嘴吃上去。兄弟，干吗？他打工吗？嗯。好，我来尝一下啊，羊蛋啊，原来也没尝过的。啊，麻辣吃面吧。麻辣吃面吧，这家。外面是焦焦的。那个，人家把上面那个嘛，前面那个好像有点糊。
吃第二串。嗯，羊蛋还可以啊，有但是有点那种羊膻味。汤呢？你补一下。小刘，你是不是？你也不吃，那就我一个人吃。它里面是软软的，软软的。那种牙龈的。嗯，它那么有的地方是软软的，怎么有的地方是硬硬的？羊蛋，嗯，有的就很有劲道。他们刚才说比较费劲的这个，外面烤的有点焦糊的感觉，这边有点焦糊了，那是骨头这块。没事，我看一下啊。因为羊不一样。客人羊，对，客人羊肉样，羊肉样。哎腰腰不带是吧？啊，什么感觉？叹气。我不吃了，我放弃了，我把那个羊蛋吃完了。然后这个呢，这坨我反正咬不烂，我把它给吐了。嗯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缸子肉还蛮好喝的，全部都干光了。对，你把那个缸子肉那个汤给喝了，算了，那个肉不吃了。对，不吃了，算了。萝卜你扔了吗？这后面都是老板。小的人跟大家说啊，这家店不推荐，不好推荐，坑啊，不好吃。这是我们这几天吃肉串最不好吃的一家，哪怕是那些村小镇的烤串都好吃，是吧？其实它的味道没问题，包括它那个缸子肉和我在南疆吃的味道是差不多的，主要是他们家的这个肉质不好，我不知道它肉用的是什么肉，反正咬不烂啊，很多都就丢掉了啊，我觉得不是很划算啊。美食，做美食的有说不好的，是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呀？啊，就我砸自己的牌子，不过还好，我不是做美食频道的，所以无所谓，我可以瞎说，对吧？啊，不对，不是瞎说，我是可以说说我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对吧？那啥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的是第二家，说是刨冰，对，蒜脑刨冰也是一个网红店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奶油的，奶油，奶油，这是酸奶。高蛋白的，粽子。里面包的红枣啊。这个要不要尝一下？这是蜂蜜，啊，这个我吃过，在南疆吃过。对，他把它压成扁平的，然后给上蜂蜜，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。我们也尝一下，这个多少钱？我在南疆是5块钱买的。这个多少钱？5块钱一个。哦，那一样的价格。嗯，对，抹上蜂蜜。嗯，嗯，好，拍到了。16点。给我吧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一个酸奶刨冰。小 Z。来。啊，这个就行了。嗯。怎么样？好甜。是的，这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。如果你不太爱吃甜食，可能也会接受不了。反正我认为还蛮好吃的。你要吃。他这有点创新啊，给了那个
奶油，之前那个，哎，帮我把碗扶一下好吧。嗯，不好。哎哎，怎么这么粘？这么粘稠。嗯，嗯，喂，我觉得超级棒，我觉得真的超级棒，哇，真的超级棒，好吃好吃，哇塞，有种酸酸的感觉，然后甜的，甜中带一点酸酸的，这真的是美味啊，绝对绝对绝对。强烈推荐，甜食爱好者来吃，真的不吃啊？真的不吃啊？这么好吃不吃啊？我有刨冰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你不吃太可惜了。吃完了。是奶昔这么长？爱好甜食的人都不坏，也会很幸福，然后爱好甜食的也不乏很多美女，所以像这种店啊啊啊啊都懂得哈。嗯哼，这个店可以，这个店，这家店推荐。哦，我要这家，这家推荐。钱吗？对吧？对，三十块，这家两块，这家两块，好的。杯子装该两块。啊，这杯装吧，你们喝什么？你们等着。谢谢。来，吹吹吹吹。哦，好冰啊。嗯。哎，可以啊，这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也蛮好吃的，你觉得呢？好吃吧？它奶油味非常纯，然后甜味呢也非常适中，不是那么的甜。如果按甜度来说，刚才吃的那个粽子倒蜂蜜，那个甜度是第一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属于第二，稍微综合一点就好一些。那个是严重啊、甜食爱好者去尝试的那个粽子。粽子加蜂蜜，嗯，这个也好吃，可以啊，嗯，我推荐的不会错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对啊，我品尝的，我觉得好吃的都不会错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三个人抢着吃了，不够吃，然后生意太好了，我们等着，嗯，有很多美女过来买。哎呀，这也没打好啊！哇，给这么多，还没病呢。看到老板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感觉他刚才说“哎呦”，我就觉得他没打好。等会儿再给我拍一个旁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老板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他那个上面那个尖尖没有拉好，知道吧？拉的不是很完美。你看这个尖尖是灵魂，知道吧？啊。